哎，本期是一期正经的派派教学，我愿称之为绳索超级跳，实用价值是很高的。先学操作，首先把跳跃键的附键改成滚轮向下跳跃，其次要满足两个条件，一就是这个墙虽然要高，但是你得能爬上去，第二个就是距离墙顶端一半的位置有一个滑索，接着站在这个绳索旁边，现在是慢动作演示，按 E 上绳索的一瞬间滚轮下滑啊，可以看到直接飞上高台了，绳索跳速度很快，不用掏枪，没有动作僵直， E 滚轮，滚轮，一滚轮，可以多试几次找到节奏。同样竖着的绳索也是可以飞起来的，绳索的方向不影响起飞，只要一滚轮的节奏正确，什么绳索都可以飞，因为你距离绳索有一段距离，按E的时候是被吸附上绳索的，这个吸附的过程本质上来讲是瞬间提升了你的移动速度，再利用这个超快的瞬间加速滚轮跳，能直接飞出去很远。实战，实战中可以快速赶路，快速上楼，快速上高台，比如这次跳了倒计时，开完门直接绳索跳把自己弹下去，这边肯定有好东西，快速赶路捡里面的资源啊！你看莫比这对面机器人快了不知道多少，能高频用到快速上楼，哎，也就是这个碎片楼了。别的主播能在楼里杀得流畅，是因为直接按一滚轮就能上二楼，而不是拉滑索拉到二楼再下来。快速上高台是最实用的啊，但是也不常用，比如这里我搜东西上高台是直接绳索跳飞上去的，而不是爬墙，像我这种主播偶尔也会有偶像包袱嘛，直播的时候不飞上去会显得我很 low 啊，大家觉得这个技巧的实用程度怎么样，可以打个分，直接点击屏幕上的星星就可以参与评分了。先是会长期更新派派相关内容的，如果觉得还可以的，可以在屏幕上点一下这个点赞键，然后关注 UP 主，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好了，这里是楚林什么都会的千之哥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